太平天下哈威武独尊。以我所想，那个水冰冰一定是李无双。虽然相貌同款，也不过言行举止根本就不像李无双。楚云天，你若撞到李无双，你就拢失去方向。当然，你嘛分不清楚，是不是李无双？我来看就知影。也不过你，我有讲过啊，你唔免讲我死活。老苍老一个，出来！哎呦，还是谁话该去夜叫啦？老苍啊，伫遮啦！喂，哎无啊，啊恁两个查某呢？这是查甫人咧行大的所在，恁来遮无下无啊！走走走，甲开边啊！哎，你大家真足听哦，这位就是知府大人的千金，恁大家若要爱性命，紧走！若无，我是甲恁某讲哦。水冰冰人呢？啊！你要找水冰冰哦？哎呦！啊，你唔用早讲，伫个楼顶啦。哎，啊是讲哦，人阮冰冰是迄个查甫人伫咧找，啊你一个查某的，啊找阮水冰冰无下啦。阿帅，这条你处理。哎！过来。恁，站起你啊，站好势，莫阿别走哦。水冰冰，你赶快！水冰冰，你赶出来！水冰冰，你是啥物人？我叫罗瑶琪，阮阿爹是罗东平，你应该知影罗东平是啥物人吼？原来是大小姐。水冰冰，大马前人力不两匹，马也人心最当地，父亲不忠共不离，声名家中去无依，小姐手下这柔情，冰冰无依。无平，哪甲害人，哪甲定。行到东山为伊超，献上宝物换妖娇，赢甲家族有古貌，害人不浅。全无几分的歹心机，伊我强辩是错事，爱你花样。罗小姐，你想要创啥？我袂睇你，干那想要甲你费用尔，看你要安怎去卖迄查甫人。你唔通伤害我。我求你，哎，我卖伤害你个用诶！你把所有灵丹妙药拢摕出来。我无啥物灵丹妙药。你搁骗我？我真正无，我家天做到，我唔敢骗你。好，那我即马给你费用，看你变哪去害啦！杜小姐，你安尼对付一个袂晓功夫个人，敢袂伤过分？楚云天，我果然有了无错，你甲其他查甫人拢同款，我扣袂起啊！
从天未必然的受伊威胁。恐惊叫你惊死啊！你若要戆腿啊，你着搁继续无理取闹啊！水姑娘，杜小姐已经走了，你唔免惊。水姑娘，你有受伤哦？你无伤，你哪会打扮这个模样来天龙楼嘞？是爱我讲几摆，你认唔着人啊？哦，是唔是恁叫杜小姐来拍我？恁甲我出去，恁拢总甲我出去。你敢真是唔肯跟我相认？我认啊，但是我敢那认金银财宝。天龙已经暗了，如果不知道将军位所在哪里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别我过来。叫我都要杀死韩玉娇，叶老伯，当对我讲，为什么我跟楚文天生作一模一样？但是，我为什么杀死韩玉娇？伊根本都唔知道我是龙霸天啊！你走，你走。过去阮阿娘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叫我杀人，我就去杀人。我从来不问为什么。叫我杀死韩玉娇，我何必就知道为什么呢？哼，只要会当知影我的心声，我就应该无惜一切的代价。我讲的韩玉娇，并不是真心是咧对我好，伊只是将我当作是楚云天。楚云天该死，甲伊的人同款该死。你不是帮我走，哪会讲要杀我？是谁？杜小姐，这位是相府千金韩玉娇，我将人交给你。你是谁？在府衙门，敢是你话来就来，话走就走？可能，相府的千金哪有可能走来阮边关？我真正是相府的千金，甲一个要来遮充军，叫做楚云天的人相遇。拄则伫个路下，有人要杀我，我甲知我先叫我一名。
害伊就是我心。周文天，你是在看啥？这花插了才多久啊？我刚来的时阵，石头要钳插的，是不是都没换过？应该是无啊。奇怪，这花向办起来的时阵，都跟伊根分开啊，就连根骨都是向修正过，想袂到。今年越开越水，这花啊开搁较水，嘛是会死啊！我才要看啊，是伊先死啊，也是我先死啊！童辉，你莫安尼面又面夹啦！你敢知啊？我偌感谢你！你是被我所伤，你搁讲你感谢我？我再讲，你的伤到即马未恢复。我心肝头要哪会轻松？自从我做杀手以来，我就有觉悟啊！我一定会重心在红高野外，我会当死伫个这么舒适的所在，这叫做善终。我安尼就心满意足啊啦！同辉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想办法治好你的伤。你卡笑话好无？你也会记的，对付遐个无恶不作的细下人，你都爱学会向，予因抬死进前，将因堵掉，那呢，我就袂白白牺牲啊！我今日等你呗。蔡文天，你看错向来。韩小姐，你来找来这？楚公主，敢不是你？你家己一人来，敢无人陪伴你？我唔是真平安，而且嘛叫药叔来，你有啥物好烦恼的？药叔，啥物药叔？这位是？伊是九天金兵董辉。伊的哨声听起来比真无单纯，我敢会当替伊看一下。韩小姐，你也会医术哦？学问的无效，爱像我学武的，那参照你啊，若是搁去撞到歹人，才当保护你家己，才无性命危险。你的意思是？韩小姐有性命危险。是啊，啊是好你刚才叫外甥搜救，甲送来吃。外甥，什么人是外甥啊？我嘛唔知。那到月光明，伊就伫金枝府等一寡金银财宝，帮助一寡散家也是破病的人。所以，伊是劫道。唔是，金枝府无切到案，伊唔是劫富济贫，但唔知讲伊的钱是对倒来。那呢？这个月神是查甫的，还是查某的？我嘛是拄仔去撞到伊，伊虽然是好兵，但是伊的眼神看起来真冷淡。我确定伊是一个查某。楚公主，你这位朋友是被一种孙勇的气功所伤，而且伤得真严重，可能有性命危险。韩小姐。是不是有办法通我医治？你敢会记得我有抓过一只赤心导航？我当然会记，当时是要罗大人解毒做药引。迄只赤心导航，唔那心脏无毒，而且伊阁是易用回生的妙丹。韩小姐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救董辉，多谢你。那安尼，你顶下带来，好好我给你洗多些。
常阮小姐哦是手不挡三宝啦，从来我毋捌看过伊伺候人呢。伊是无顾家己小姐的身份在甲你照顾，啊你搁对遐尼无礼，好心过雷针。小姐，董辉是一个杀手呢，伊是有伤，唔才袂用杀人。你若是无佮意吼，才毋免对伊遐尼好哩。我若准你哦，才无遐好心，早暗咧伺候汤药，高钱水伊唔去啉。是的啦。啊？你咧甲讲话啊？你讲咧天皇楼，我对你口气有较歹。无要紧啊，我袂放心肝内。哎呦，小姐，迄杀手话你唔通相信啦，三言两语就买收你的心哦。阿嫂，我来去洗啦。我知影你是为我去求药，但是我无希望你去伤害别人。董辉，假使你的伤若好起来，你敢要离开？我当然卖离开。我若要好，唔较简单。啊，明仔载我就加转几贴啊。啊，三公分做一公哦，恁妈，唔免两公就好溜溜啊啦。阿帅，你敢唔紧去洗碗？啊，紧去啦。好。董辉，你伤都还袂好，佫无轻无重，你敢真正一定爱走？无亲无情嘛，爱走。啊，你走就变成家己孤单一个啊！敢讲你无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家庭，有你上心的亲人对你关怀照顾？我无想要讲啥，我嘛无妄望。董辉，我好啊。臭同志。刚看袂出来，罗小姐甲伊同居，敢真是有这款代志？我一直担心同居的伤痕，根本都无注意到其他的代志。罗小姐，伊是想伫我后面讲我的是非？罗小姐，韩小姐。既然你讲出我心内话，也那呢，我嘛讲出你心内话，给楚云天听。楚云天，那韩小姐是当当的相府千金吗？伊为着你千里跋涉险险无命，啊，搁为着你去救董辉，你要安怎？感谢多谢。小姐对我。情重，也恨天不是插头啊人哦。伊孤身跋涉，命险丧，使我心头袂轻松。只要给我。渐安心，莫再花惊，面对婚姻。需要地方，愿答应，不是的昏天哦，可会来讲情啊？天，唔免问阮阿爹，我会用个做主甲韩小姐留落。韩小姐，免惊啦，以后若有啥物人欺负你，我替你出气。多谢罗小姐。太平天。